今天呢，我们几个同学今天相约一起来打羽毛球，一个我不是特别会的运动。好吧，那我们开始吧。你现在在干嘛？我在给他们饿的那些整吃的，做牛排。一会好不好吃，先这样子呗。这个牛肉看着好香。我要开始做饭了，兄弟们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，看起来还不错。五花。什么感觉？还行，还行，我还行，真还行。啊？没放太多那个料，所以说还是肉味比较重。怎么样，大鹏哥？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来，凉味儿多。开始放一个，要放这来，大二哥分享一下，咋样？没事，稍微有点便宜。你就给我点，给我点建议。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。我先来点开胡椒。你肉是不错。我们调味儿，就是这东西，就我就是那个大自然味道，那个肉保留的原味儿呗。哎，你说一个不会做饭的人做成这样，是不是也还行？可以了。我记得浩轩的那个眼神中总充斥着一种防备。哦，是吧？就那份儿。和我们还不熟，老师盯着你看，没有，就是偷瞄你，很有意思。那个叫慢热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熟了之后就比较淡一点。